家好，我是台湾国乐团新笛尖箫演奏员施美玉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国乐团吉乐演奏家张旭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这两首呢，就是不好意思，是本人的作品，叫做《风林火山》。那《风林火山》呢，这首曲子呢，是由四句话创作灵感而成的。来，我们请美玉说一下是哪四句。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。呵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忘了一个呵，好啊、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好，今天美玉呢，你今天是演奏哪个乐章？我今天是演奏第二个乐章零的部分。为什么想要选择零呢？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选这首曲子的时候，这整首曲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那种赤壁，然后在打仗的那种感觉。那我特别喜欢这个，它零的是使用六八拍比较副拍子的那个律动感，所以其实吹起来会很有那种跳舞的感觉，但是又会不失那种紧张又刺激的那种打斗的感觉。哦、对，我喜欢那种紧张的感觉。那我的部分呢，就是演奏了《风林火山》里面的火。那为什么是火呢？因为，我接到了今天这个要录影的这个通告呢，我内心热情如火，兴奋如火。那这首。这个以下就是我们带来今天的两首曲目，《风林火山》的零跟火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